三十四度过头时，予咱用要抱啊都喘气。啊，电视嘟嘟啊才播完，啊，迄个天天开心开心。咦，爱注意，爱注意，热天实在伤热，唔通去着耍，唔通去着耍啊。啊，无着无彩的热，无彩的热，免来放暑假。三十四度困到死，突然间予人来拍醒，原来是阿伯脚踏车顶，迄个熟悉的声音。住伫巷仔尾的阿姊，甲隔壁的阿妹，穿好阿伯穿好势，着哪走跟哪烧酒，有够欢喜。不免钱，不免钱，我会使帮恁想。排队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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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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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亮天亮天，那地点点么卡路里，高压的手规定。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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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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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农民农民，想买几桶搬转去，好食好食，好落价。十四度的午时，两点过半，甲真准时。看着透南风，看着透南风，掺着稻草的气味。要爬就赶紧，管是老少拢先去。一碗食来，爬苦苦去，苦苦去。阿爸的爸母是俗骨大碗，免怀疑，免怀疑。有够甜。有够甜，那是咱上怀念的记忆。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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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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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亮天亮天，那地那点么卡路里，高压的锁规定。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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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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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农民农民。好吃好吃，好落家的代志。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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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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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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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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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做伙来念歌啦！凉凉冰冰冰冰凉凉，咪咪桑桑咪咪桑桑。七月炎天甘一嘴，七月炎天甘一嘴，好人心凉鼻倒开，好人心凉鼻倒开。看到阿伯远远去。看到阿伯远去，手三斤甲大声喊，哎，爸母爸母爸母，爸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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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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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世界的勇敢，拢来试看卖，这款幸福的滋味。爸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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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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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的阿伯。上快活的代志，就是打着铁板吹来画的风沙。叭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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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会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大家好，真的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看这集。又到了超靠北乐团的时间，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带来的乐团叫做张三李四，我是觉得他们就是台湾的大壮。真的假的？我们都是张三李四，我们不一样，是吧？你不觉得他们两个？我觉得他们想表达应该是我们都一样吧。你说他们叫张三李四，应该就是表达一个我们都一样，对，我们都一样。可其实我们不一样这件事，也只是在跟大家讲说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我们只是在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嗯，对，反正差不多，就是很市井小民、很庶民的东西啊，对吧？啊，虽然但张三李四，因为我对这个团体实在是太不熟了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讲一讲你们对于张三李四？我从来没看过现场、欸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听都没听过，你完全没听过，真的没听过。他们有得过金曲奖，可是他们有一阵子音乐季跑蛮勤的、啊。对啊，我学音乐季都不看表演啊。真的假的？哦，你都在把好帅哦。音乐季我们都那你都在干嘛？在找喝醉的男朋友、啊，就把自己搞得很发，就喝醉啊，然后就好像有在看表演，然后就跟大家聊天，这、哦、才是音乐季的精髓。感觉你们也是啊。你们都在我一个圈圈、啊、你们在地上喝，你们连妆都没有妆，你们直接不看。对啊，对啊，完全没有要做一点点公关的意思，可以混到现在蛮不简单的。就代表有实力嘛，有实力就不用公关嘛。所以我是现场唯一一个看过张三李四。没有，我看过，我也看过啊。好，我没看过。只有你，只有他没看过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今天在从台南上来的路上，我非常认真的听张三李四，我听到第二首歌我就睡着了。为什么？节目一开始就要这样吗？三级斗场。那你第一首歌是听什么？我第一首歌听阿阿飘，然后就有一种就是刚好在听九一一嘛的感觉。九一一不错啊，我没有说九一一不好啊，是你们自己要这么反应的，关我屁事。哦哦，对。那第二首歌让你睡着的歌是什么歌？我好像就是我们都是张三李四吧。我们都是张三李四，睡着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不愧是尸体小姐，哎、欸，那我们欢迎好久不见的，对，陈尸体小姐，她今天特别从台南上来相挺，这样子，就是跟陪我们一起抽脂嘛，观赏一下张三李四啊，对。我真的很认真，今天在恶补他们的歌。哎、欸，那照惯例问一下，尸体小姐，你最近遇到什么靠北的事情？就是我今天上来整件过程都很靠北。多靠北？怎么说？我今天从关田出发，要去永康搭客运上来录影。Uh-huh. 然后呢，我们骑到三花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忘记带钱包。Uh-huh. 我们就紧急杀回去，然后就是沿路80的骑，然后骑回去要拿钱包，然后就在快到家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，然后警察问我说：“为什么我们连闯5个红灯？”哦，有被开单吗？我们完全没发现。然后后来警察就查屋上的证件，然后又查我证件，然后他查完我证件，就突然说。他只要他看了我证件，然后说右拐少没有，他就直接说，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可是我不知道。可是这两个礼拜来，我第二次被警察拦，然后警察查完我证件之后说我可以走了。他因为是女生嘛，我不知道、欸。是因为女生吗？警察会那么容易放过女生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、可能是我的。不是啊，是女生直接就看出来，为什么要查证件？对啊。好问题。你们讲好像警察看证件哦，原来是女生啊。不是，是女生真的会被放过。我之前有那个一开始无照驾驶，然后我就骑摩托车，然后有一次就看不懂那个路的那个路标，然后我就直接来一个没有带转，然后就直接扣一圈，然后警察就叫我停下来，来然后我就过去了以后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驾照拿出来，我就说我没有驾照，然后他就说你下次不要再这样了。哎，现省6000块，好爽哦！真的，现省6000块，两三次不懂交通规则，然后被抓都被放。是哦，人真好。为什么？如果是女警男的，说不定你就抓晒了。刚好都是男的啊。女警男的话，就是直接2张五照开下去了。嗯，警察先生有时候也是很难想象他们的习性哦。不知道，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女生骑摩托车看起来真的很辛苦。是吗？因为如果是比较男生骑机车不辛苦吗？男生活该、啊、我是没有在骑机车、啊，男生活该啊！女生骑机车就是你看，连捷运钱都要省，很辛苦啊，就哇。为什么男生活该？男生好可怜、啊。而且就是女生如果骑大台一点机车的话，其实真的蛮吃力的。你骑小台一点啊，骑那么大台干什么？啊，有时候就是逼不得已，就只有大台机车可以骑啊。哦，就家里只有一台机车这样子。
像我家的，像我之前的室友骑那个雄狮，然后我也一百七。你驾驭雄，你的身材驾驭雄狮一定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没办法，喔、真的连我都快没办法。就是那时候，我想说那些骑挡车的女生超厉害，我还是一辈子都骑我的小金旺，然后在台湾乱撞就好了。我也想要骑挡车。如果在台北市应该不会这样。就在台北市啊。在台北市。我在台北市，我在汀州路被拦了。在台北市啊，真的哦，台北什么时候变那么友善了？对啊，哎，警察大人，你们执法要确实啊，不要让这些女流之辈整天的像鼠辈一样的在台北街头横行啊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法治的，对啊，身为一个台北市民，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忧心啊。现在是女权至上了。啊，这关女权至上什么事啊？我不想被你，真的是不想被车撞到。哎，这好，那我觉得今天的靠北已经够了，因为我觉得等一下看他们演出的影片，应该尸体小姐应该会喷出一些恐怖的话了。为什么？我上个礼拜其实也没有到。哦，你很危险，你很危险。上次真的看，我觉得还好哎。让我觉得。那天回家之后，我后来看那个直播，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说，为什么那一天大家都觉得很可怕？你觉得你不够辛辣，对不对？嗯，今天会带来更辛辣的话题。上个礼拜是认识的团，这个礼拜不认识我就不太知道我敢说什么了。但是好像不认识我更容易得罪的样子。啊，希望你今天可以好好得罪。那我们进正片吧。以后正片可以把我的名字改成得罪法师吗？啊？直接把我的名字改成得罪法师，我下面那个。哎，好啊，就看你今天的表现啊。我以后都穿那个道士袍啦。一个礼拜倒四，一个礼拜休。这是第一章的主视觉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第一章的视觉感觉其实做的蛮有趣的、啊。其实这张也是啊，他这张就是用那个装水果的那个泡泡，把专辑包起来这样。张希安，敲锣打鼓的进去。我之前都以为他们是民谣团，我也是。他们还蛮民谣的啊。我最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民谣团，可是他们近期的东西都让我觉得就是哦，越来越偏偶像那边走。对，然后就有一种就是我到底听了三小的感觉。哎，影片都还没进入正题，我就已经跑了，走吧。歌都还没唱。那个冰淇淋是什么？哦，这个还蛮有趣的。是他们找一个？对，他们就是他们后来有几场表演都跟那个卖冰把布的阿姨合作。因为他们有一首歌就叫把布啊。对啊，把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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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都会唱啊？我不会啊。他们应该最红的一首就是把布吧，然后跳舞啊。对。可是其实我。没有听过他们任何一首歌，在平常的时候，今天是第一次去认真听。来啊，认真听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哎呦哎，张三李四，真是蛮会表演。所以他们的鼓手还是架在，因为那鼓手不算是团员，对，架在舞台后面，对，那是 station player 而已。他后来换的团员应该有一些本来是唱 session 的吧，应该是吧，都很稳啊，都很稳啊。可是他就是原始团员换掉，就会有一种很明显会有一个疏离感。而且原始团员那个时候是一起，他们大概在两天之内，三个人分别在自己的脸书发文，这样就突然，然后我不玩了，我不玩，突然吓到，就三个人轮哇，那应该真的是大吵一架。可是他们发文发蛮屁的，哦，没有感觉有吵架。噔噔噔。所以他们大概几岁啊？他们大概几岁啊？三十多了，那跟我们差不多大。就是走一个多层次合音的作为卖点，很厉害啊！所以我睡着了。对，不能接受合音超过三轨，就合音超过两个就会开始进入半睡眠状态。真的假的？你没想听阿卡贝拉，对不对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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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多的东西，我就会很容易进入眼睛闭郁的时候也会睡着。我妹头旁我会睡着。你知道手看起来好酸哦。有点。就拿这样盯着，然后那个脚步冲火了。他不是用背的吗？有个背带。然后现在又肿了，就看起来超累的。来，捕获捕获，等下来表演，谢谢。他好偏心，我要拿两个芥末酱给我。在，但是为什么会是芥末酱？应该是番茄酱才对，都可以啦。芥末酱比较好吃啊，我是小朋友呢。啊，你这只比较小哦，煮比较久。他们好像是目前录的最打扮最爬哩爬哩的男生。哦。可是其实他们以前不是这个风格。他们现在跟以前差蛮多。真的差蛮多。因为我之前看过他们之前的那一批团员的时候，他们会穿那种工地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还有穿一个很大的爆炸头。对对对，他们之前会有比较搞笑。对对。他们以前就是走一种就是相声路线。嗯，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停留在那边。他们根据他们新歌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哈突然变成认真的音乐团体。哦，那本来音乐也做得很精致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他们，我还觉得他们之前那样比较有特色。好像是哎，他们现在这样子其实蛮无聊，就是一种就是想要走偶像团体，但是年纪就定位比较模糊啊。因为其实像在独立跟主流中间游移，真的是。很可怜，因为这种很难啊，很可怕、啊。合唱团体很难纯做独立啊，因为你过去一点点就被骂主流，对，然后你过来一点点，你又没市场。那小高，你有觉得你现在是卡在独立跟主流中间？我们还是超indie的，好不好？他们超indie好不好？我们的对啊，但是就是就签了稍微主流的公司嘛。但我每次都是我们那个厂牌是副牌啊。哦，我们是副牌，如虎堂。对，是副牌啊，副厂牌是人影。可是底下还是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在那边嘴炮。我那个 YouTube 啊。哦，对对，我之前看到超不爽。都留言串、嗯、可是突破同温层也是一个好处，总是必须突破自己的好难哦，玻璃心要怎么突破同温层很难啊，很难啊，突破同温层他们 这就是他们在做的尝试。对啊，像他们这种如果唱那种比较偏商演然后有官员的就会看得很喜欢、因为就是比较中性什么的就可以去尾牙。对就他们就感觉非常适合去接政府的表演。对，真的耶，好适合。又有一个台湾本土的那个，就是有本土元素，有本土元素，然后又有特色，然后又是独立音乐，就是可以拿来好好消费一笔。然后只要拿他们出来，就可以好好消费。说，对，我们就自独立音乐，我们走三三，你是干嘛？就是这种类型。其实近期有非常非常多的团都往这样子的走向过去。你觉得还有谁？哇，又要来了，又要来了，分别有谁啊？我觉得我会中枪。先不要讲我们。我觉得美秀还好，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你们贝斯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太只要是女生就是女生，我就我是不太喜欢她，不过可以哦。那张喜安在说什么？哦，他要教大家跳舞。害羞。好尴尬。我觉得这个点会让他们在独立圈比较撕不开。对啊，因为独立圈的粉丝应该是不吃这一套，会比较排斥带动唱这种东西。对，目前唯一成功就只有 Pisco。嗯，真的。就是你们要用这种形式的方式表演的话，你们要么就是搞跟 Pisco 一样，就是变成一个邪教团体，那我就不要弄。那就是你们一直做，让大家对你们有印象，你们大家自然就会一直做。对，你们反而强调去，你们反而强调要去教这个东西，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很尴尬。像 Pisco 的话，他们摇滚乐。Pisco 他们都是主要在网络上放教学影片，然后每表演就一片，让大家去看。洗那个脑。那用洗脑方式，就是邪教都用这样的方式成功的吗？哎呦，真有饶舌的嘞！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从来不这样。这应该是他们最愤怒的一首歌。嗯，已经"干"这个字都出现在歌名了，应该是蛮愤怒的。干掉，对啊。
会当看腰无？那很尴尬啊！哦，哎。我跟我有种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对啊，所以刚刚美露就是在台湾的大壮，对，完全可以理解。那他们是搞得很尴尬，哇，旋转，是。哎，他们没有熊哎、欸，有吧？在那边，我在后面，熊害羞了。反正他们前都没有影响吧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我觉得难听的点不是在于他们的东西不好，是在于他们的人生太多，把整个东西搞得太复杂，而且他们几个人的音域其实差很多，就整个声音打在一起就变得整个会糊掉，就是他们和声没写好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反效果，对我来说很难听。刚刚那个 pre-call 把驳掉，对，他们把自己的特色搞砸了，我觉得这样讲，我们合的蛮不错的，这边 OK， 副歌 OK， 副歌还好，可是中间那刚刚那个 pre-call 是那段就。中间那一段就是全部的人，他应该要设计好那个，对，就是谁要，就是全部砸在一起，就是会有一种就是突然唱来就好吧，可以的。一直把不，反正每个进来的人都有一直把不。哇，不错哎，好新，就是酒店的概念。对。他们有一个看起来很 hip hop 的，对，他就只能在里面显得非常的突兀。就像昨天在台湾表演的一个乐团叫做那个 Milk Bar， 他们的贝斯手也是一个非常突兀的存在。哦，真的。他们全团都是文青，然后就他们贝斯手穿着艾迪达的大大外套，然后垮裤，然后 DC 的那种棉那种就胖胖鞋，帅，然后在那边弹一支 Fender， 然后就一直在甩头，像一头金毛，长刘海这样。然后就是有一种，就是你他妈是跑错场嘛，就后来发现他是正式团员。不错啊，不错、啊。在穿着上比较有自己的要求。可是我觉得反而是一种，就是让大家记住你的方式，不能太跳，哗众取宠。他说了什么？不知道。Talking 真的好难呐、啊。Talking 超难的、啊、Talking 超难，目前为止看到没有一个人 Talking 的好，就是大家都会有点含卤蛋的感觉，不要不要比较了啦。我后来觉得 Talking 其实可以写好，像感觉五五声的冠文就有在写，你不觉得他每次都超级确定他在讲什么？可是他说他都是 freestyle，、欸、真的假的？啊、那他可能就是他真的很强。不是，我觉得是他，我觉得是本来他们乐团走向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所以是他们不用去 care 那些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他们，我觉得很多就是你去看那种就是只要是那种超级恶搞的团，嗯，就是基本上他们的通音都一定讲得很好，因为他们就是乱讲一通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。啊、可是像阿强，对啊，那可是如果今天伤心欲绝许帅讲这种东西，大家就傻眼啊。我都觉得许帅太就是好奇怎么办啊了，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所以这支团的定位很重要。可是我觉得许帅太更方便啊，他就是他其实什么都不说，就对台下有点勾的那个眼神，就我们就很爽。勾，我很不舒服哎、欸。你不舒服，我超爽哎、欸。我都觉得一直在谈恋爱。你哦、欸，我真的是每次看上次玉姐表演，我都会看到就是卵子在天空飞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恶心，以至于我后来都不想去那种大场表演。可不可以请你们就是乖乖 reroll 就好了？才不要，没钱。有啊，我怎么不觉得有卵子在飞？我觉得。不错不错，刘伟今天也很赞。刘伟今天干得好啊！没有没有，现在是感人的画面，现在是感人的畫面。怎么没有开？怎么没有开？就是手机，然后开手电筒，这样就可以一秒变成灭火器了、欸。不然拿个荧光棒也可以当个五月天。重点是我完全听不到他们在唱什么。对啊。哇，
哇，第三首就排那么慢。后面在喝酒，对啊，换伴奏。好另类的乐团啊。欸，我好奇你们会听男孩团体吗？我会啊 ，boy band 啊，就不就这就是没不是 band， 就是像新好男孩。对啊，就 boy band 啊，那叫 boy band 啊，对啊，我超爱新好男孩的，我超爱新好男孩，我听新好男孩听可以听到超爽。那个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团吗？因为新好男孩跟我一样大，新好男孩跟我同年。新好男孩是我们国小哎。新好男孩都40了。对啊。不是，我说新好男孩这个团体出道跟你同年哦，新好男孩对。1995对吧，啊？第一张专辑怎么会听啊？因为就很喜欢啊。哇，可是后来才去听。对，后来才去听。觉得为什么台湾没有这么帅的？有啊，我们有很多哎。5566吗？可是我们有那个飞轮海、尾鱼、Apollo 那个。我没有要针对谁。Energy 啊。可是新好男孩真的会唱，我没有要说台湾谁针对谁，可是就是新好男孩真的是每个人底子硬啊。哦，以前有 Tension， 你知道吗？对，豪泽组的一个。我们有那个很多豪泽旗下的男孩，真的，这种歌。以前很多男孩。BOD 啊，啊 BAD 啊。对。BAD。以前超多这种和声团体。对，在大概2000年出来的。我大概没有高中吧，国高中的时候比较多。不好意思，2000年我也没上小学。蟑螂合唱团，蟑螂超，你有听过蟑螂合唱团？真的。EPIS 蟑螂合唱团，国一吧，对，差不多。那时候他们超红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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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四角。真的啊，很好听哎。等一下找一下。对，真的应该要找一下。Energy， 好可怜哦。他是 Vince Carter 手插在篮筐里面。不是，他在吊钢管，好不好？是怎么看到钢管的？有点敷衍的熊。但是我看起来好无奈。他的帽子写什么恶徒什么的，就非常的跳动，恶徒集团嘛，非常的跳动。恶徒重生，恶徒，对，我刚刚看到一个恶徒什么，对，非常非常跳动。那个帽子记得还蛮多人有。对啊。现在目标就看他帽子上面写的什么。我知道他想怎样，米原康正。我一直觉得他很面熟，觉得是米原康正。有，超像的。其实，在业界这方面，照顾我，他们是谁？音乐生活吗？我听不太懂。这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，就是张奇安讲话有这么文静，对啊，我怎么记得他讲话很靠北？他应该是一个蛮有没有到靠北，可他应该更有活力一点吧？我不知道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把团员都换掉，可能他心境在转变的第一次表演吧。这是当偶像团体的第一场表演。哦。可为什么才唱三首 Talking 就已经进到这个 part 了？对啊，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首歌。这大概是我们倒数第二首唱完。可是我是觉得要抓到那个讲话的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就是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讲话？我们最近讨论的结果是全部都要写好，因为也是之前我太常说错话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想说，想说全部写好，团员全部审核这样。小张，你有在台上说错话过吗？我不会说错话，我可是讲话高手。你是讲话高手？有吗？你要教教我吗？还好吧。刚刚这个新生代的小妹妹自己讲自己都觉得尴尬。那个女生是戴帽子还是她的发型？我刚才在看，我没有看到。她蛮可爱的，应该是她的发型。收脸书。
啊？漂亮女生啊，蛮可爱的。你有她脸书啊？我说有脸书，又有话题吗？就是私讯。我觉得化妆有点开心我了。哦，可能因为他们歌不够多吧。哦，要一直那个。要充实，要充实点。就像我们之后不说，可是之后我们真上别人都在讲到这件事。你们可以前面放个三分钟的feedback， 很有神秘感，很好玩哎。那我们前五分钟在，就是话我们花了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在跟集合忏悔。什么东西？我们表演的时候花了。你现在到底会不会弹贝斯啊？No， 看，那你还练什么团？先练琴呐、啊，感觉练一个感觉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氪金玩家，也不练琴，只买琴。好惨哦，还买了一支跳漆的粉红贝斯。也好啦，那是振兴那台湾音乐产业。对啊，都没有人要去乐器行。乐器行快倒光了。我也不是想买啊。哦，对哦，都是二手市场。台湾就不进啊，不然要进也没货，因为它已经停产很久了。现在买二手琴，其实因为现在木头比较好，嗯、比较烂，比较烂。真的听不太清楚。对啊。结果后来我要下班时间，在门口等，没有再回来。啊？我们是头发，头发不是帽子。不知道。那不用你那是叶浅浅吗？你是叶浅浅的歌吗？不会。哦，我听懂他。叶浅浅很摇滚。他要教一个问奖跳，我就问奖出车祸。对。然后再一个孕妇出车祸，所以这首歌是献给那个问奖。献给问奖还是献给孕妇？还是献给孕妇里面那个孩子？不知道孕妇怎么样。其实献给那辆车的啦，跟人完全无关。那个运转手之恋。嗯。哦，他那很感动。哇！七弦，七弦录的晚上。二胡生涯。二胡什么？生涯。生涯。他们搞得蛮认真的、啊、嗯，玩音乐本来就要认真啊。对啊，不就是他们真的是，他们不是放 program 哦，因为他们是真的小提琴又找小提琴、哦、就是虽然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蛮基本的态度，但是我发现其实好像真的蛮难做预算啊。对啊，就真的蛮难做到的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分钱。对啊，很贵耶，一场月的时候就两三千飞掉。他们是高雄人哦，不然是这首歌为什么？七贤，七贤路是高雄。对啊，对，七贤路是高雄。一心二，因为我们前面的故事没有听得太清楚，说不定他是有一天去高雄。哦。那男的看起来好不知所措。哪一个、啊？就坐在旁边那个男的，他看起来陪女朋友来的。是啊、哦。看起来很认真，感觉就够了，感觉就是啊。这种表情我看多了，真的、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美秀的表演很多都是那种放男朋友看吧？是歌女歌迷带或男歌迷带女朋友啊，就一样、啊。哎、哦欸，我都是冲着炫炮去看。炫炮不是坏掉了吗？没有，他应该是要这样。我炫炮修好了。对对对。我是炫炮的粉丝。太好了，我回去会跟他说。你今天回去会不会被狗博骂？这边这集什看这集什么时候播啊？他就看要罚、哦。还蛮好的。
收视率最差的一集。然后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没有话聊。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话聊了。我已经拿乌克丽开始见面。没有，我是真的很认真想要看。我们一直在认真看这个表演，但是又一直在想，一直有点慌神。到底要做些什么呢？对啊，因为而且还有一个人会挡在我们荧幕前面，然后好奇怪，好想要站起来动一动，动一动做瑜伽，晚上超好瑜伽，真的要做瑜伽吗？这个衣服很紧，不然我们来做换衣服。因为这样的音乐跟这样的画面，真的在我脑中没有办法对起来，激起任何的东西那样。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对起来，也没有办法就是那种想要说点什么东西。像朋友做我表演，就是通常就是会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桥段，可他们就是太认真，认真到让我不知道从何开始吐槽。就是他们认真这件事情，我也想吐槽，但是觉得这样有点过分。我觉得他们认真到有点可怜。因为认真有人在理他们啦，就是。我觉得就是前面他们交跳舞之后，就把整个场面搞得非常的尴尬。哎哇，灯亮起来嘞，这都有设计的好不好？有设计就是乔丹他们做的很好啊，可是就是他们跳舞那件事情搞砸了整场表演啊。跳舞跟交跳舞那件事情。你说在讲计程车司机的故事的？不是更之前哦，那个他们刚刚有教人家跳舞吗？有有，我怎么没看到？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晃了吗？你才第二首啊，不要这样。我怎么没看到？他那时候教别人跳舞，这是一个考验专注力跟意志力的。完全没看到。重点他们教完之后，实际表演上完全没有人理他们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整场表演搞砸了啊，这么严重？因为他们把整个就是大家对他们的热忱都被他们那一个行为，就是有一种就是你们这样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真的很蠢，我真的没有那个实力去陪你们干这种就是无聊的游戏。哇操！而且你不觉得，就是独立乐团圈的乐迷普遍就是那种在大学，然后会被自己的同学在那边带舞蹈什么陈超什么搞到超不爽那群，对，最讨厌康普社，对，最讨厌康普社，就是最讨厌康普社，而且超级讨厌就是那种什么早操什么什么，对，都很想要把他们消灭掉，就是很想要做一个连署书，然后把这东西从小人赶出去。现在最热衷这种事，对啊，我大学的时候真的很自私一点，我现在真觉得大家一起跳舞一起做操很棒，真的很奇怪，年纪真的很。现在我就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，然后扭一扭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爽啊！这边。给你一颗心，我没有办法联系小老板。对，我们两个真的啊，年纪到了啦。我现在就觉得可以一起跳舞，超爽。对啊，我来。所以说，可能真的到了五六十岁，就觉得去中正纪念堂，就是一起跳土风舞啊，对不对？很棒。就这样，就是你说什么，就是那种广场舞什么的，那个超好玩的。就是年轻人会没有办法理解，会觉得说，干他们实力超高，我到底是哪来的？这跟性，我觉得这跟性激素的分泌有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我自己其实心里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你在性激素分泌越旺盛的时候，你会越想要让自己的独特性展现出来，因为你要求偶，你要交配，你要生殖。但是等你到那个岁数，你的卵巢已经没有在作用。然后我现在应该是最强的时候。30，对，现在应该是，你可能比较早，早死，用完了，我没功了，这是今天最劲爆的一句话了。而且你已经有归宿了，对，我的卵子只属于一个人，所以你觉得 OK 呢？没有了，我觉得跳舞很性感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礼拜因为要录影，我不能去跳现代舞，超伤心的，就这样我就落后我的朋友。可跳现在舞跟跳广场舞是两种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差不多哎，只要可以动，我就很高兴。只要可以动。你今天是很厉害，是不是？真有味，好吃啊！现在你要吃炸的，我觉得你要吃。从我开始跟着弹之后，目前都是低调的。我最喜欢这样了，我最喜欢
很好抓的，不要再钓上刁难我。我那时候会认识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来嘉义开记者会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觉醒的记者会，前年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醒音乐季，对，我就跟我的某个团员开车去看记者会，然后看完之后他们说，哎，就是他们就会想要吃鸡肉饭，因为他们吃完就要赶回，然后对啊，我们就去带他们去吃。我们觉得好吃的鸡肉饭这样，哪一个最好吃？琉璃掌啊，它不是锅家吗？琉璃掌，那个锅，我每次去嘉义都吃锅家。我可以在这边偷窃锅家吗？没有、啊，请说。就锅家的品质有在落后啦，就有在衰退的。可是我觉得锅家很好吃、欸，越来越不好吃哦、喔。因为我以前也都吃锅家，观光客不知道。锅家在哪？在那个夜市里面，对对对。可是我其实，我有吃过，我有吃过，我都吃阿德，我喝超醉的时候，真的很好吃啊，我都吃阿德。阿德我没吃过，我那时候带那个路人他们 wake up 的时候，我就带他们去吃阿德。阿德，对，也在夜市后面，夜市后端在公园旁边。到底哪一家最好吃？就我觉得就琉璃掌，琉璃掌真的好吃，但是琉璃掌有时候要等太久。对，而且琉璃掌只开中餐。啊，那就吃不到啊，锅家又开了，我们都睡到晚上哎。哇，好想没有两点我不会起床，真的。锅家真的很好吃啊。三点去吃阿乐，阿乐开蛮晚的，他昨天。嗯，哦，好啊。你怎么开头鸡肉饭？这头鸡肉，因为我完全忽略表演本身哎。有啊，我有说是因为我带他们去吃鸡肉饭，对对对。后来带他们去坐高铁，有没有？就是嘉义在地，对，来嘉开车载他们，对，来嘉义就找我，就这样。真的吗？结果你现在在台北啊？对啊。没有啊，可是有觉醒什么，我还是下去啊。那我还是熟啊，回家有。其实现在我们最近都有点不太敢回去。为什么？第二年我感觉没有啊，在嘉义很红是不是，对不？去嘉义在路上被迷妹包。我们跨年玩有点心理阴影，这样就怎样？就有点阴影。什么阴影？我们这边是没有在讲话讲一半的啦。对啊，骂了都骂完，可是张海你都骂下去。可是我讲完回去会被我同学干的，所以我觉得。都讲就直接讲，没有啊，就我们就觉得表现不好了，就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就觉得，因为我们刚好前面的团跟后面的团又有点太强，然后前面是谁？我们前面是831，后面是宇宙人，对，基本上歌迷都是他们的，然后你就会感受到我们是一个空档的电档的，对，一个电档，然后就会觉得，是啊，真的那两团都很。好猛哎、欸！我昨天发现自己会唱831的歌，然后你对我造成人生阴影。为什么？哪一首？东区哦，东区。会唱东区蛮正常的吧？东区不止东区，就是昨天我在跟路上玩，就是唱主流歌的游戏。嗯。然后就只要讲的，我几乎都唱得出来。然后突然又讲、你唱去831的歌来听听。我就东区啊。哦。会唱东区很正常啊。不是很受伤，就是那种就是，我为什么流行歌记得比？自己弹的贝斯还好，很正常，因为从小到大都在听这些音乐啊。哪有从小听500长大的？500是流行歌啊。我爸是500脑粉，然后最喜欢乱弹阿翔。500很流行，这些都是流行歌啊，这些都是流行歌手啊。他们是摇滚，流行摇滚。对啊，流行又怎样？对啊，对，流行是很好的。对啊，就这样，至少有钱赚。我觉得有钱赚才是重点。你觉得流行音乐也很好听啊？流行音乐 ，Oasis 够流行吧 ？Oasis 好好，Oasis 好听哎。对啊。小红梅啊，三十二讲小红梅吗？很流行啊，还是讲到小红梅。我以前喜欢小红梅啊，我小学的时候超爱小红梅。哦，就是以前看那个《命运好好》，你有没有看过吗？没有。要按哦，那个遥控器可以。对啊，啊，那里面就一直放小红梅歌啊。是哦，忘记了。我没有。是吧？那是小那个 Linger 是小红梅。对 ，Linger 是小红梅。然后里面它的主题曲就是 Linger 啊。我是偏题太严重。张三李四看到这集会有什么感想？我不会，他会觉得我们很不认真。没有，他不会看啊，不会看，还要配合他们。我对镜头跟他们道歉一下，对不起。我真的没办法看这个东西专心啊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就是这个节目播出，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去正视自己的团员在节目上面吐槽了自己？自己的团员吐槽自己，应该还好啊，要看每个乐团不一样啊。
就是我还蛮好奇，就是真的有些人包袱比较重，有些人没差嘛。那那种包袱很重的团，真的有办法去接受就是别人在吐槽他们吗？管他的，不能接受就算了。这一幕，这一幕哇哦，谢、这个有哎、欸，如果是偷吃的话，一定超爽。走懒哦，看到镜头赶快把。而且那个导播很坏哎、欸，他就一直找到哎、欸，拍那个拍那个，感觉发生什么事。唱个首可爱的歌，我猜好什么？雷声喧闹。怎么了？你好小，我不行，我现在脑子里都是 OS。你不该开这个。飘向北方。我现在脑袋都是好想你耶。好想你，我在那个专，我在当兵专训的时候，他们用好想你来叫我们起床，我超不解，我超级不解。我那会陈伯吧？对啊，好想你谁的歌啊？四叶草。他完全没听过哎，我没听过。然后他们的 MV 当初有一幕在台湾拍，然后还故意用假人跳的，然后对来自来炒话题。哎呀，把布阿姨。那种看起来好无奈哦。对啊，还穿那个 Destiny。他在钢管熊旁边。钢管熊看起来好无奈，他就想说你们想搞就算，为什么现在还要把它绑起来？下一次就神父了，神父掉在上面。哎，绑神父超帅的。我真的想绑神父去看音乐节，可是我觉得我会把心脏破皮。你有？我想在音乐节待得久，就是有时候上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要唱那个最耳熟能详的歌曲。对啊。哦，要动了，不要尴尬了。Mosh Pit。哇，这个是老人复健操。左手，左手，右手。这没有，这边，转三下。八步，八步，八步，八步。你很会耶。我跳过几次好吗？你有跳过几次哦？对啊，那就每次看我都觉得还是跟着跳一下，不然我怕太尴尬。那个对，不想要。你看这个超色的，对吧？八步，八步，你很容易想歪哦。这很容易想歪吧？没有，我就没有想到。那你觉得这个有比较好？你等下拿这个跳，你等下拿这个。没有，你最会跳啊！最要有你代表团队。对啊，怎么是我们呢？你代表完，你再把它吞下去。不是，立刻放下来。你要一口吞哦，没吞成功，我笑。这是一个有点雷鬼的节奏啊。不雷鬼。那没看到无奈。然后马卡就要唱歌。没有。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嘴巴都真有味的味道。其实他们有一个浅浅的 hip hop 混在他们的肢体律动里面。你刚被子说好像歌词，好像啊，不是的那种，就是这样。各自走路我也会动。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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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了，就这样。没有，就两句。你还有啊？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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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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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不要再为难这个热狗。他等下要给我吞的。编舞步这件事真的蛮酷的，为自己的歌编舞步。
那个啊，爸爸之前也有啊。爸爸，对啊，爸爸，那个辅辅中辅辅中的心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才我有印象，我刚才在想，我哪一首歌要来编个舞步啊？哦，飞踢应该也有舞步啊。飞踢。对啊，在我死前要给你一个飞踢，那个僵尸在跳的。刚才你看一下，好无奈啊！编一个超难的舞步，让台下无法跟。我觉得这样就，你说这种，不，我说如果你编一个超难舞步，那这就是秀的一部分。就编一个超难，大家记不住啊。你这样啊，我直接就是钢管在下面线，然后叫大家跟着跳。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。超棒的。好，这样超难。好，上次就这样做。然后还要把脚举超高。不会再做一次钢管，也跳钢管好不好？或者用钢管就没有那个，因为教练超难。欸，然后搞不好真的会有人练起来，然后上去就跟有人这样，哇！现在就哇，今天搏命演出来，你是觉得这一集前面太闷？赶快！我现在都想在前面劈腿啊！这一集重点是高脚高劈腿，我也怕我劈失。张三，你是不是重点？高脚高劈腿才是重点。如果我现在劈腿，然后劈失败怎么办？这不是应该跳舞吗？他们放弃煽动观众啊！我说他们唱到这边已经放弃煽动观众。没有啊，还没放弃。有啊。可是我觉得观众很……可是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人在跳。到这一次副歌的时候已经太多次了。上次副歌的时候就没人理他们了。这个女的本来还有意思，一直在那边弄笑，现在完全不想理，她就站在煞屏而已。可是我很好奇的是，他们唱这么多场。然后观众反应差不多都是这样，他们不会想要把这个拿掉，因为我现在还有在用吗？有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乐团操作还有看到类似的东西，我印象，我乐团上印象有这一段，就是因为这一段，所以我们才全部离场。可是他说能想说能吸一个就是一个吧，可是我觉得有的如果比较多那就没有意义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在做长期经营。他们觉得一次这样，两次这样，然后到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大家就会觉得说不行，他们真的太尴尬，就想要帮他们，然后之后大家就这样成了。这东西叫做行销策略，这种好像在卖爱心笔了，就是利用了大家爱心了。对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就当那一些人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，帮他们之后，大家就现在就觉得说自己不做不合群，然后就有一群人真心的在做这个动作，他们就成功了。这就是行销策略。哎，可是那你有研究过为什么 Pisco 可以做到吗？你有想？我觉得 Pisco 会做到的原因是，他们其实最一开始早期的表演并没有这些行为，是后期有粉丝自己在下面玩，他们觉得这个可以拿来用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拍，就是借力使力，对，他们就开始拍这些影片，然后来教大家要怎么在 Pisco 的场玩，然后这就变成一个 Pisco 的特色。而且 Pisco 他们在现场基本上是不会，他们是不会直接教学，是对对对，他们不会教，大家已经开始跳出来，我来说来，我们往左往右，就是会比较像是在带幼稚园小朋友那种风格。但是我是前面先教他们的话，我们就会觉得说刚好丢脸，我才不要。音乐本身的煽动性其实 Pisco 比较强一点。对啊，那我们的歌、就是、他们东西比较文静，比较难跟的，很不适合跳舞啊。但他们又想要大家跳，就是蛮尴尬的。就如果是粉丝自发，就比较自然。我觉得对，可以比手语啊。那我真的觉得独立乐团，因为什么都没有人，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找一个手语在旁边翻译。有钱啊，一场翻下去应该蛮贵的哎。我觉得真的，我说我觉得这都很爽，就找一个很会乱比的人。对。现在不是一个都是美国什么，就是枪击案的记者会，然后一个黑人女性跑去乱批，这是很攻击犯，我觉得超法了。而且整个记者会结束，还发现他不是手语师，他不会手语啊，他不会手语，就记者会就快结束，大家才发现他不是手语师。有一个很有 sense 的配乐，这真的是像 Mew 的那种，咚大咚咚咚大，
来怪怪的。我觉得这一集的那个 setting 很不用心耶，这个场布。很不用心啊，不觉得吗？现在看一看，觉得有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是他们自己太不受控，太空了，就好像没有飞的，是他们自己把人全部都掉到很远的地方，然后因为他们自己的走动率也很高，所以进入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很好。因为前几团他们的位置都是固定，就是他们的人都在那边，不会有太远距离的移动。可是他们是主唱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。哦。所以他们变成说场 C 如果要做的很完整的话，就他没有这种空间。他要规定要把胡拍，然后还要过来骚扰观众同一个，他的移动率太高了。可是真的是蛮不用心的。就感觉好像没有布景。对啊，没有。有啊，有把布啊。什么？他们贴了很多酒瓶在。什么原住民乐团还去拔，还去砍树来？在搞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庙老师给我砍树。给我讲出来。我们台东的，我们传统领域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我们有开心，然后我们看着好尴尬哦。这啊。啊！刚刚听到那边发了一个，他好累，还在换气。没了。我听错了吗？真的有，真的有。啊！表演结束了。好不知所云的开头，又好不知所云的结尾。哎。应该是会唱《OG 上》吧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带来安口歌曲，好吧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。这就好尴尬。我上的。谢谢。生育册。没有。在。应该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被全部人敷衍带过。为什么现在才小星星？因为刚好谈到了。啊。知道。你生活开始就是不一样。这女生应该是整场最可爱的女生。刚有一个还蛮可爱的女生，可是她第二首歌就消失了。真的、哦？你刚后来一直在看她本来站的位置，可是就是没有看到她。可能去外面找我聊天了。没有，开玩笑。我要再等你女朋友喽。有些谈一些公事啊。成。什么东西？你问我为什么离开他，因为我觉得他讲话太无聊了。消失？为什么？提供了。我之前想买这个，我一直买不到，我都买到马赛克而已。哦，これはスポンサーのレコード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之类的。我真的。这是他们到底想干嘛？这好尴尬哦！干杯啊！我真的觉得表演后面那个女生真的很配合，他们整场就只有她最配合。后面要干嘛就干嘛哎！这应该铁粉吧？我觉得表演真的很难哎，真的，这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才不想表演啊。我会思考要怎么讲，就是当有些东西他要嘛就是很自然，然后我说表演的时候有些东西要嘛就是很自然，要嘛就是很不自然，不自然到一个境界，好比说其他这个就这种就有点接在中间，对啊，就是不上不下的，对对对，不上不下最难看，对啊，这是最难看的，就我要想要怎么说，我知道就是你要嘛就是要超级 real， 对，就是要超级 freestyle， 就是从头到尾就突然出现了。
你要嘛就是要串好，而且串得很烂，几乎每一场都一样，就像胖虎一样，每一场的梗都一模一样，就是你要嘛就做到这种程度。你们最近有看到海豚刑警这个？有，我真的觉得这太厉害，超厉害，蓝天神，我都还没看过，应该要去追一下。没有，我没看现场，可是我有那个叫五月的女生，真的是超厉害的。他前几天要 po 一个走路的影片，对你不知道那个到底是。他们到底想干嘛？可就是很厉害，而且就很好，他很年轻哎，对啊，他好像比我小一岁，哇，那是几？21，哇，哇，你也很小哎，啊，我就是鬼才啊，就是鬼才啊，鬼才，然后声音很像有活力的斑斑，对啊，唱歌像斑斑，对，可又更不太，他说那他又不卷舌，对，唱歌不卷舌，为什么要那么尴尬？没有啦，就是人各有志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哦，是这首歌本来的桥段就是这样。这首很好听哎，这我很喜欢。我刚刚有说过他们难听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表我自己表达，我觉得好听。我只在回忆我心中有没有得罪他们而已。好高哦！好大啦！这首歌就是劝大家喝酒的歌，对。就是一个谦卑，谦卑再谦卑，然后就会死在路边。这首应该是配合那个时候柯文哲骑那个双塔。哦，是啊，他们有这是配是这首吗？我想一下，反正是我有点忘记了。他们有做那个，反正那个时候那首歌是他们做，可是我突然有点。你还有一个东西没吃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之后再表演给大家看好了。但是这一集都没有用特效，你有发现？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完全没有出现。这一集都没有特效，他真的是，他只有那个倒车的，你节奏不知道特效放在哪里了。顺顺的把它剪完。我觉得他已经送那种四五条塞特效进去，要不然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塞。不会，那这些时候都可以用啊，黑白啊。有啦，他前面有用过特效，就是那个旋转的那个。对啊，就是从倒车镜头变正，转正，他们有用过一次。哦，是镜头。但是没有，就是往常那个就是太多灰，真的太多了。我一直以为黑白色调那个是这一整个活动的一个串联，跟那只熊一样。没有。人家很认真，你还在笑。人家很认真，我受不了这种东西嘛，你要我怎么办嘛？我跟你说，真的是真的不是我们问题，这是我们人格之中本来就赋予了一种价值。我觉得何英总是。对啊，所以你觉得刚刚那个点跟 Backstreet Boy 的差别是什么？差超多的吧？跟 Backstreet Boy 也会有类似的，跟 Backstreet Boy 比较帅。对啊，为什么把整个东西搞得很 low 啊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真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差很多好不好？不一样啊！你不能拿大壮跟 Backstreet Boy 比。但各有各的价值啊，对。各有各的价值，各有各的粉丝，各有各的支持。哇，感人的结束了，对，张三李四，可以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哦，终于结束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邀，其实应该邀他们来的。你们没有邀哦？我没有邀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？因为我怕，我就不知道该
其实我们应该邀他们来，然后大家就做朋友嘛。我怕张其安会生气。为什么？他真的会生气吗？因为我觉得我怕我讲错话、啊。我们真的太会。那他没来他就不会生气吗？他看到录影，他想要。面对面的生气，他在家生大气。我觉得没有邀他来的那种气，会比你邀他来还要更气。对，我现场他还跟你讲说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但他不在，这都真的不是节目效果，就是我暗地里表他江太君这样子。哎呦，我觉得是哎、欸，反正私交也没有，也不算很熟、啊。邀他来，然后再说，哎、欸，没有来，刚刚都是开玩笑。这是节目嘛？你也知道，效果，节目效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最后，谢谢诗缇为我们带来这么棒、这么精彩的演出。好。我们每周六晚上9点麦卡贝相见吧。我现在真是一身的皱褶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了。你很逊哎、欸！好啦，我们今天就这样。Yeah. 大家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都要继续收看，准时收看。糟糕，北约人，拜拜。糟糕，北约人。